我不让你去保护方将军的吗？那谁保护你啊？现在保护方将军最重要。方将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死是活，我可管不着。妈，把钱放下。自己当心点，外人可指望不上。是不是改主意了？跟我一起回去吧。船票都订好了，怎么改啊？我还有事情要处理。就差这一天啊。24小时呢。一路上当心啊！到了澳门，一定要来接我。我还能忘点这件事儿啊？我的脚小奶奶。您啊，难听死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回内地上求见呢。别人都看着我们呢，那我去吧。别忘了来接我。什么任务这么神秘啊？你也不告诉我，那我怎么帮你啊？不用你帮，你只管接林的。不信任我？不是不信任，这是纪律，不该你知道的就不用问。我得走了，一会儿回来。江少爷，不知道江少爷来接人，失礼失礼失礼。好，赶紧安排江少爷到贵宾室休息。是。免了免了免了，我要接一位重要客人，
我务必要让他在船上第一眼就看见我。哦，重要客人，当然当然，赶紧给江少爷上把椅子，茶沏上。江少爷。江少爷，您坐。谢谢啊。让他进来吧。好的。在下石磊。哦，石先生，请坐。啊，不，在将军面前卑职理应站着说话。哦，石先生太客气了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将军是北伐名将，至此国家危亡之际，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蒋委员长非常器重将军的才干和威望，这次将军回国，如果能去重庆，一定不会委屈了将军的爱国之志。哎呀，目前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着，华北又沦陷了，而且东南沿海一带也是朝不保夕。而在这种国难时刻，蒋委员长置民族大业于不顾，一方面宣布要与共产党联合抗日，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挑起反共事端，真是非常的遗憾呐。我方天庭即使回国，也是为了参加抗日，而不是去充当内战的炮灰。将军说得太对了，不论国民党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都是中国人，双方能够团结一致才是明智之举。可是我是一名军人，必须执行上峰的命令，希望将军慎重考虑一下重庆方面的诚意。我想戴主任已经发出了会面的邀请，请将军到国民政府澳门办事处叙一叙吧。开门以后，如果方天庭出现，就射杀方天庭；如果没有出现，射杀石磊。嗨，我看这样吧，请你回去以后代我向戴卫城主任表达我对他诚意的感谢。不过目前我还不打算到重庆去，而且港澳这一带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想要走动走动。这样也好，方将军，后会有期。对了，将军，我还想提醒一句，这个小渔村一点都不太平，来敲门的恐怕不只有我一个。告辞了。枪！
辕门12点方向，有我们的狙击手吗？没有。所有人听着，准备战斗。你们早就到了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出院门时，在12点方向，突然闪过了一道白光，我意识到是狙击手的瞄准镜。还好我护住了方将军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来了，快快安排这次团的客人赶紧下来，接手跳舞，快！林子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我报案，我的号失踪了。进来。啊！你看，把你惯的不成样子。你看看，人家都知道敲敲门再进。哎呀，都急死人了，老爸。你得替我赶快找号。你的号失踪也轮不到你来报案。再说了，你的号已经失踪多年了，还当什么新闻吗？号肯定回澳门了，我有直觉。江浩的失踪不予立案，退堂。你不找，那我自己找。嗯。哎，老伯，这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哦，这儿啊，昨天晚上炸的。昨天晚上？对，还没查清是怎么回事呢。谢谢老伯。我正要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，贝拉小姐？尽管说。赶快让人去找江浩。我不管，不能管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换个人找找啊？他心里要是有你的话，他早就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消失3-4年了，如果再有几年，就可以依法律认定视同死亡，你明白吗？你胡说！我的号回澳门了。回澳门了？人呢？是啊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光天化日打劫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二贵，走了，回家。老板，哦，是一家人。贵哥，走好。那这个桌子椅子都给我收了啊。哎，哎你，
哎，小姐，等人呢？不等人，来这干嘛？啊，来，给小姐上茶。看来你在澳门还真是小有名气啊。没错啊，黑道白道通吃啊。没错啊，但是有一道你就不行了，叫隐形道，你绝对的外行。不可能啊。绝对没错，绝对没错，他就是今天回来，肯定是今天到了。哎，方将军不是跟你说林娜是今天回来的对吧？也可能途中倒船的时候错过了，晚些天到。这倒是有可能，可是别路上出什么事儿了。哎，你说林娜不会忽然改主意不回国了吧？怎么会呢，票都买了。你说她不会忽然变心不理我？她长得那么漂亮，还有那么多追求者，一天之内24小时呢。这位花花大少倒是临危不惧，这个时候还开着花车满世界溜达。哼，他倒是活得潇洒呀，也够浪漫，可惜就是生错了年代。好事也有坏事，好事是少爷的确回澳门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少爷和阿蒙回到了老宅子黑茶村，带了客人来，不知道怎么招惹了日本人。老宅子被血洗了，不过少爷没事，婆子说少爷当时不在家。备车，老爷，去黑沙村要不要多带点人呢？不，去日本领事馆。
怎么，我帮你把日本人赶走，请我喝杯茶都不行吗？好吧。哎，刘去哪里啊？你以为这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想怎么样？赔钱吗？真可笑，要赔也轮不到我啊！我不知道你赔小谁赔啊！你给我看清楚，这可是个百年老宅啊！你看清楚了啊？你要算跟日本人算，我们在抗日，你懂不懂？有功而无过。现在日本人都已经走光了，你说我能跟谁要？只能跟你要啊！来，那不还活着一个了吗？跟他要啊！走。哎，没跟你说完呢，哎，说什么呢？哎，想拿枪吗？啊？快，快，努力往前抓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闲心逗闷呢？浪荡公子就是浪荡公子。哎，你要是敢举枪，你信不信我一枪就打爆你脑袋啊？在等什么呢？哎，阿玛，阿玛，我一直以为面对敌人的时候会射出世界上最响亮的子弹，可是此刻万机为什么却扣不动？难道我真的不敢杀人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开枪？一对废物，回去向将军报告。来。欢迎欢迎，是哪阵风把江会长催到寒舍？难得难得啊！吴师傅登三宝殿，我黑沙村的老屋被砸了。啊！有这种事？据查，来人是讲日本话的。如若属实，我一定严办。另外，犬子江浩回到澳门呢？哦，令郎回来了。前些年他因为赌博与日本浪人结了仇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他发生什么意外。赌场上的恩恩怨怨怎么能在意呢？那就好。如果他遇到什么麻烦，比如碰巧中了榴弹或者遭遇车祸什么的，那我这把老骨头就无所顾忌了。江老先生，别人我管不了，我保证日本人是绝对不会伤害贵公子的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真有闲工夫啊！你说他要不开枪的话，我能冲他开枪吗？你看他死得多安详，
多知足啊！行了行行了，方将军找不到了。好啊。什么？好？那当然了。方将军找不到，就说明他没有事情。说得轻巧。他要忙在家，我缺什么呀？而且我的枪法跟你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区别就在于我的子弹会拐弯。哦，是吗？跟你说啊，我扣的是自己的扳机，但射出去的是别人的子弹。光头的下场，引以为戒吧。少废话，快说，方天庭去哪儿了？不然的话，你的子弹可来不及拐弯。将军，这是为了方便海盗而修建的凹凸之路，大约有两三里路。它的出口在太平山的山脚下。江公子，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还是识时务些，不然惹得我对你动粗，你这澳门的脸面就没那么光彩了。怎么都走了？过来啊！都别乱动！我只要知道方天庭的下落，然后大路朝天，我们各走一方。不就想知道方天庭的下落吗？那你算是找对人了。你问他呀，白搭。哎，收起来吧，你就俩胳膊，人家那么多条腿，比得过人家吗你？哼，别捡，行行行。你我看清楚了啊，我这些家具都会有打扮的，这些家具可都是上等的海南花梨木打造的。我说啊，我们家今天肯定损失10000大洋以上。哎，赶紧跟我们家主子商量商量，什么时候陪我？少废话，方天庭去哪儿了？今天你可犯大忌，在澳门从来还没有人敢拿枪对我的脑袋。身手还挺快。在我们拒绝谈判之前，我先消失一下，借个电话。站住。有电话不接，不礼貌的啊！是不礼貌，但是找我的电话你接了，也不文明吧？找你的电话，这在我们家呀。
嗨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们家电话成公用电话啊！你跟江国怀的公子江浩在一起吗？是的，正在追查方天庭的下落。不准伤害江浩！重复，不准伤害江浩，立刻撤回。算你走运。你小子怎么把他们支走了？这可是在澳门，在澳门除了我爸，谁敢动我一手指头啊？嗯，又催。老爷喝茶。给我叫阿斯出来。是。我的客人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请老爷放心。嗯，好，这次我的客人到澳门来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因此在保密上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明白。生活上也要照顾好。好，下去吧。太平山别墅警卫处吧，啊，江国怀江家的别墅进强盗了，你们赶紧过去查查吧。太平山别墅在哪儿啊？你怎么知道那里进了强盗？我是个半仙，能掐会算的。那你赶紧算算方将军去哪儿了。方将军现在就在太平山别墅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们怎么去的？怎么去的？土遁，土遁，他们也不是赵公明，也不是姜子牙，怎么可能会土遁呢？跟我来吧。直通太平山别墅。阿莽和方将军一行顺利来到别墅，可是潜伏在方将军身边的午夜幽灵始终是个威胁。真的想成功的吹一次牛，被人识破，颜面丧毕。可是呢，每当我遇到事儿，我一激动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跟人打出保票的时候，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成功了。事后啊，阿莽他们都会把事情给我办成。哎呀，所以啊，有时候我真是没有办法。哼，这吹牛的人多，像你这么能吹的，还真少见。鞭长莫及，出状况了，还是出状况了，而且偏偏是在江家。
老爸。嗯，你怎么又是江家呀？先是江家的太平洋酒店，现在又是江家的老宅子，谁吃了豹子胆了？你怎么又跟到这儿来了？肯定与浩有关，浩以前经常来这里寻亲近的。我告诉你，浩已经回澳门了，你就是不信。看到了吧，还不赶快找我的浩。你的浩是鬼精灵一个，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也甭想照着他的屁股，所以你用不着担心他。怎么把我安排在这儿啊？澳门联络站受到破坏，我们暂时在这儿避一避。我住在你隔壁。灯火明明灭灭，像是冷漠的脸，人潮里多少玄机暗藏。你用最美誓言换我最好的时光，黑夜里飘散残留影像。这一生不短不长，恰好把爱度量。我用青春凝结成霜，情一段爱为伤，等待你太冷漠的脸，人潮里多少玄机暗藏。你用最美誓言换我最好的时光，黑夜里飘散残留影像。这一生不短不长，恰好把爱度量。我用青春凝结成霜，情一段爱